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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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到我就会拿下，我很自动，你不用 cue， 急的，过个桥，漂亮，哎呦，怎么不能讲话？天桥，夸张，而且是天桥，对，还有人行道，天桥有人行道，天桥，不要不要，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讲，不是天桥。天桥卖艺，成效，这不是成语。天桥，天桥，人跟桥推什么东西？一个人推东西过马路上天桥，人行道，这就很难猜了。光这元素，老汉豆腐，光这元素就很难猜了。你要有东西没画完是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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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敢讲对？对。最后面才想到那个东西，很真实哎。他最重要的东西没画到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没有关联啊？他最重要的东西，他只要看撇了，他就很容易画成别的嘛。我刚才说了，徐嘉可想得很好，对，可是他画得太细腻，嗯，后面要造化是不可能，一定弄人的。这个造化就是弄人，这你不可能答对的啦，乃哥，不可能，你这是再答对啊，我就把这纸吞下去。哦。要傻傻的想办法，我通常很容易被激起一股那种欲望，想赢的欲望，不是那种斗志哦。当我斗志一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想看到我有穿透力，穿透力。啊，看一个小时你也猜不出来，真的，因为不可能，因为实在太难了，画的太烂了。没有，哦，发现小可差了一半，看不出来。那我可不可以看？往前面一个嘛，给你看这个，这个你看对的话也一样，算对吗？一样把这个吃掉，对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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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哎，你这样看得出来？猜出来，猜出来一点，分数算你啦。他都画出来，他都画出来了。有一个桌子，哎，对，桌子画天桥又变桌子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哦，夏雨欣，马上怀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答案？你带到后面我有答案，我猜应该是。哎呦，你有答案，我有答案。哇塞，好，你等一下再说，你紧接着说。我跟你讲，你紧接着说，重点都画出来了。这边算这样好不好？他八成像，八成，对对，不错吧？将近快九成，嗯。将近快九成，掉下来，哎，八成像，哎，落笔很接近哦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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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完蛋了，哔哔哔哔哔哔，落笔冰心，这是一个那个喉糖的广告，你知道大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给我给我给我，好了，出来了出来了，这个给给给给给。这个出来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说。进广告。进啊，还破口。四。啊？你知道吗？他讲出来了。他说出来了。他紧，你紧接说。我可不可以讲？好，你讲。是不是投笔从戎？对嘛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要讲投笔从戎，那你不讲，你不是投笔从戎啦，不是投笔从戎，更以为哎，你这个畜牧业的朋友是什么？那你讲，耗死博笔，答对，博笔，你还说答对，答对，哪里答对？他刚才说为什么很复杂？耗，把字耗出去啊，耗死博笔，对的，很接近。顾的尺可是失了笔，顾此失笔，能不能？我顾此失笔，这太难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成语他还第一次听到。哈哈哈顾此失笔，一定要考这么难吗？这个难，这很难哎。这台语叫做，你还不如用台语的两顾招笔，快画好不好？顾此失笔，画的很好哎。两顾招笔有没有？台语的还比较好一点。这题难，这题难，这真的难。顾此失笔太少用了啦。没有一个字可以
你笔最起码上面画一点水滴，湿湿的，哎，水水滴笔。我画的是铅笔，我知道啊，就水湿笔啊，湿笔啊，笔把它画成水滴啊，笔把它从干的画成湿的，水嘛，就画几个水滴下来嘛，对啊，这样就湿的笔。这一题说实在的，太难，魔鬼题有点难，哎呦，还好没答对，攻守交换。来，第一棒是他。你休息啊！哎，我休息。哎，这放这么放，那就完了。那你不能让人这么明显的。那这样，那不要录，不要录，不要录了。那这排名，再加一张答对，我们难看。小周，答对我们难看。好好表现，对你的队长不用了。机会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没有曾国成在里面，哇塞，他答对我们太难看了。只能在里面，我们答对的机会真的很大。没有答对就完了。我尽量，而且 Kid 又很强 ，Kid 真的会画 ，Kid 又很厉害。Kid， 我那德要发这么是发这么重的音吗 ？Kid， 你是南部的，你是咩 Kid？ 还敢听啊？还敢听咩 Kid？ 你们两个，南边你敢开玩笑很好笑吗？好笑，就算射眼都比他短位啊！来，眼镜戴起来，抽签。哎，他名字好棒哦！你们听的，他的英文名就这样来的。Kidder， 你们听的 ，Look Kidder， 你听讲。啊，标准了，太简单了啦！太简单了啦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什么？哦。讲出来，不要传了，不要怀疑，不要传了，不要怀疑，我怀疑，再到后面不要你怀疑，不要讲，我忘记现在录影了，哪里是憋，哪里有憋，对啊，没有憋啦，哪里有憋，因为我中文有龟没有憋，龟，天哪，真的，不会讲话，不会讲话啦，不讲话，不讲话啊。你看清楚一点，这什么事？你疯了？因为我中文不好，所以中文不好。你中文不好，对，你英文也不好啊。四个字只认识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，来了，准备好，30秒计时开始。这不可能啊，这太难了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说嘛，顾此失彼。对，我现在直接告诉你啦，好不好？一样，里面有一个字是一样就好了啦。因为这样我们他答对，我们不会怎么样。你这样也太简单了。你放水放这样，这也太简单。我不想一个，万一他们答对了，我会难看。那我们透露一个字的话，表示说，哎，我有放水。该给他都给他了啦，都给你啦，都给你啦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！哎，我的这个太难猜了。你写的写什么？讲什么？你不要讲话，我讲的是国语啊！你不要讲话，不讲话。这个他这个场景基本上只有在南极或北极看得到，对，对不对？跟我们看一下，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太比对耶！张奇辉，哇塞，你这么配合我演出啊？哎，想不到队员配合我们这种，糊弄别人他还配合我们，哇塞，我们是买敌对，真的不错。来，那个谢了，谢谢您，看20秒。啊，我看一下，看20秒开始，来，看到没有？不要讲话，看就好，看就好，不讲话，看就好，看就好，好不好？那你那个吃过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东西有长毛，你看到没有？有长毛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毛，有长毛，好不好？它毛是一个重点，大概多大？大概多大？3、2、1，它有它的年纪啦，你自己看啦。眉头深锁，来准备，深锁，30秒计时。开始，好，来了，太难了，有毛，有毛，你把它刻成那个毛毛，看毛有几根，看到没有？几根？我们看几根毛？对，画一个水，多画一点毛啊！哇，北极，听得到？那个重点要画出来，哎，对，哎，那个毛不像毛了啦，你，哦，太像，有一点卷嘛，你弄一点卷吗？你看啊，对，你要弄一点卷卷的吗？毛。几根？你算，刚有看到？对啊，它是个重点。你是在画我们刚才画的？我已经放那么清楚了啦。应该是吧？他知道答案的呀。哇，他知道。来，那个 Kid，
Kid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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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二十秒开始。二十秒。Kid，Kid，毛毛哦。Kid，你要加五。看到没有？我知道。看到没有？那它这个毛没有画，重点在这里，而且有几根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要画什么？要画什么了啊？拉杆对不对？三二一，他早就你看，他看十五秒，他后面五秒就不看，他知道答案了。太厉害了！懂？你要干什么？会？要开始了吗？我在想，我在想。不要再想，就不要画嘛。不要想。对，你的 kid 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 ？kid 怎么来的？嗯，我嗯，因为我原本大家都以为我很 kid， 但其实我一拿菜刀，哎呦，一点都不 kid， 我就让人家吓一跳的感觉。来给你看，不，你知道了，是不是 kid？ 你知道了。我通常都是要这样子吓唬别人一下。其实我没有想跟你聊那一方面。哪方面？哪方面？三十秒来了。脱光之后才知道。哦，哇塞，要知道答案。Kid，Kid，再加加你。没有，哎，这头发长比较多哦。你那个毛为什么不画呢？这毛长比较多，毛没有画，谁知道？比较像哦。两个三毛。还是要吃，还是要吃吗？哇塞，你知道答案呢？我知道了。再脱缰几笔，我还把天气画出来。不要，谢谢。三，好，二，大概就这样。来，眼罩拿下来，来看，两分钟。这应该，我告诉你，这应该是基本上他拉杆拉得很漂亮，当然拉哈，拉得非常好。如果没有靠他的话，我告诉这一题啊，挂，就真的挂，真的挂了，拉杆拉得太好了。全靠我！我跟你讲，他跟前面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嗯哼，对，是拉杆拉的两回事，跟前面画的完全不一样，哎，两回事。那是拉的很，但是我感觉得出来。我要给你看前面，我要会奉送你一个哦。好，好不好？你讲了，前面给他看，我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看到没有？画的完全不一样。对对对。怎么这样？但我感觉到他是要画什么，是没错了。哎，不要关掉了。不要，哎，是不是这个完全不一样？有没有？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哎，你要小偷哦。哎。啊，哎呦！但我是不是有把它拉回来？哎哎，俩完全不一样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就讲，我放心的，因为我刚开始以为是金鱼，以为对不对？以为看他就觉得老鼠不是老鼠，你不要自作聪明嘛！是金鱼讲什么话？讲什么话吗？阿妈，金鱼哦，这个人笑着脸，笑脸，然后这是一个问号，一个这是问号吗？不是吧？这是萝卜还是什么？萝卜啊！不要了，萝卜啊！你干什么？萝卜啊！保全还没有来，华师的保全。我在这儿看我怎么了？你的眼神，我怎么了？还是刀？不要有表情，我没。三十秒。你不参考前面这个吗 ？OK， 你参考前面吗？来，我看。给你看两个哎，哇，哪个？你这样太好了啦！这什么？不要啦，不要给他看。这个是一个，这是牙齿吗？这跟我们有一个字一样。他根本就不知道第一个什么，他搞不清楚什么跟什么。无耻之徒！我们要讲四三，等一下，一。等一下，我要搞清楚这两个东西是什么。快确定答案。这个要往这上，往这个上面去走。恭喜答错了。危险吗？你说。我要，我把它拉开回来。大吃一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，你真的 kid 真厉害。对，因为他就在画金鱼嘛，而且画金鱼，我也画画嘛。我把它拉杆回来，你还装作聪明说，哎，他画的还对，我画把它画成金鱼。拉杆拉的真好。大吃已经在哪里？大吃，因为我后来才想到说他因为吐舌头，我想说我先照画，但后来我想说你应该会了解，以你的聪明才智。对。但是我把它拉杆，金鱼已经很厉害了哦，惊叹号哦，大吃一惊，加分，加分，惊叹号加分。哦，你就没有那个啊？所以我刚惊叹号也讲对了。对呀。我有讲，我没讲听到好。没有，我说我很感动的是，这一次难得都知道答案。对，你说怎么着？大吃一惊。你说什么？大吃一惊。连他画这么烂都知道大吃一惊。这哪里有像画的真烂？可是你很厉害，你很厉害。我其实平常讲，
叫我看，我还真不知道这叫大看不出来。对啊，这从你哪里看到大师？对啊，从哪里看出来？这个我告诉你，哎，从哪里看出来这叫大师已经？因为他有画筷子，画筷子，筷子怎样呢？筷子在吃鱼啊，吃鱼啊，然后这是大的人啊，大吃啊，大吃一斤金鱼，对啊。你好鬼，那叫厉害。下一题你去猜，酱搞酱搞，哇塞，知道答案酱搞，这个难，这个太难了，这比顾此失彼还难。对啊，这要比越难了。答案你猜得出来？你猜得出来？你把后炮都没放，是大吃一惊吗？太难了。两边赞成平手，这个好，这个很好画哈。两边动手就换。表现优异的他变成小天使，放了一位北京来的好朋友出专辑的，你放第一棒，第一棒，我是第二棒，小危险。好了，统统有，全部戴眼罩，来，来跟你用心话啊，好，来夏雨欣，脚脚好搓好搓，拜歉啊拜歉啊 ，Purple， 这太简单，这题简单了，这题真的简单了，说实在话简单，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好说什么，这题好画，好啊。这个谁受的很清楚，所以看就知道，直接就是画字面上的东西。这个比刚才大吃一惊还简单，简单。究竟在白云的努力之下，这一题答得出来，答不出来？你的眼睛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30秒准备，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什么？他知道哎，他又是正。他当然知道，他该看题目，他不知道。他知道怎么画，哎，对，已经有想法，会猜，聪明了，厉害厉害。这是卫星的一种吗？卫星，卫星。哎呦，卫星。这种东西日本很多啦。对，只要长发须一个小时。对，长发须的。哦，最近什么画？三，对不对？二，一，非常好。完了。画到了白云的强项，对呀，哇，很明显。白云看到这个，他就想鞠躬了。他有收集这种东西的，重点有画出来了。康正浩先生，哎，先把眼罩拿下来，绕我，端详20秒，端详20秒，请。加油加油！哎，这是什么？不说话，只准看。造化，造化就对了。造化弄人了，造化弄弄几次了？造化就好了。造化，哪一个会知道？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是不是很轻？哎，慢着，急什么？夏雨欣这画的意境很深远啊，人在睡觉，而两只蝴蝶在做风不休息。康正浩，你可要准确传达哦，因为你下一棒是画画超烂的奶哥。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